I'll shake. Hello， 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自杀突击队。我们现在是这个哈利呀、啊，我旁边这个是这个死亡射手，然后我们有小丑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抢一台车啊，红色这台。下去吧，大妈！快快快，上车上车！我们这台车好像太醒目了，红色的。OK， 这个模组呢有分三种不同等级的银行可以抢，一个是小型的 ATM， 然后有一个小型的银行，还有一个超大银行可以抢。然后呢，抢到的东西呢，要把它载到我们的那个 safe house， 就是算是安全的基地里面啊、哦。看到这个 ATM 啊，有点蓝色这个三角形啊，来下车下车，下车看一下啊，靠近它按这个 G 啊。哎，开始我们的抢劫任务。哎呦，才2800啊，已经受了两星的通缉了。来来来来，上来，快点啊！两星通缉其实也还好啦，就是，哎呦，警察在附近啊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下、啊。我看到小型停车场啊，从这边这边这边进来。OK OK， 我们把灯熄了，灯关不掉啊。啊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快，快趴下趴下。啊，警讯消除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的安全的地方，先把它消除那个警方对我们的通缉啊。OK， 已经移除那个警方对我们的通缉了，所以我们呢可以前往下一个目的了。先标注一下，我们这次要抢的是这个超大银行啊。据说这边的钱非常的多啊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到了。我有前面有个警卫在，别怕，我有枪。把手举起来，啊、居然吓跑了！哎、欸，你走开啊！你挡住我了。好，我们进到这个银行内部哦。然后呢，马上就有三个星星了。OK， 这边是出去的路啊，有黄色三角形的地方。哎呦，发现大金库啊！我拿出了年弹，丢，塞满它，一次引爆。我在这里啊，我看到前面两个绿色的，来来来，快抢快抢快抢！到底会有多少钱？128万。好，我们再去抢另外一边的。哦，有人按了警铃啊！该死啊！哇，这次钱好多。快逃快逃，准备要备战啊，警察要来了啊，这里下不去啊，被封锁了。在好，从这里出去。来啦兄弟们，上车上车。
这次我们就不用跟警察硬碰硬了，我们直接逃回家里啊。上车啊，小丑的发什么呆啊？哎，警察没有追哦，没有抓到我的意思吗？太好了，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去一下安全区域。哦耶！神不知鬼不觉就马上到家了，来把车停好啊，先回个任务啊，按这个 G， 耶，任务完成了，消除了警方对我们的通气了，我们的资料呢也一样被消除了，太好了太好了。然后我们呢这个模组呢也蛮特别的，是可以跟这个军火商购买武器跟这个飞机啊。我们看一下这军火老大哥是卖什么东西啊？老兄，有什么好货啊？这边有很多武器可以买啊，有这个简单的 SMG 重型武器，来看一下这个火神机枪啊，我的钱不够在，没关系，还有什么不能买啊？身上没有钱啊 ，OK， 然后再来就是他还有一堆飞机可以买啊。有头蛇哦，退音，好多小飞机啊，可以购买很多武器跟飞机呢，来做更多其他不同的任务啊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模组先交到这里啊。看一下、啊、这个圆圆的是小型的银行，然后钱呢是 ATM。然后我们最终目的的那个星星呢，就是我们的大型银行，上次已经抢过了。OK 啦，我们这次的模组就要到这边了，下次再见啦。